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晚安！非常感谢各位利用周一到周日每个晚上的6点半到7点收看我们台股大乐透这个节目单元，特别是，经过了昨天的一个台风过后，那么呢，台北股市今天表现真的也不错。那重点在于，每一天你都要知道它要怎么走。我举个例子，我们很快速看一下加权股价指数哦。加权股价指数今天的中场涨28点，收在9527点。上盖重要是什么？上盖重要就是今天的最高点叫9538，那今天的最低点呢叫9483点，也就是大刚哦，台北股市哦，未开盘，甚至是已经开盘，你很清楚知道今天它会怎么走，它今天你估出来的区间都爱掉，啊，你买股票就是一定爱去。啊，都安尼尔，无想要哪走？不啦，讲一堆没有用的话，我只问你哦，你每天的工作就在于，不管是大盘、指数，包括任何一档股票，你早就已经清楚了。好，举例，我们来看，来各位请看哦，这今天加权股价指数对不对？我们就把啊收盘哪收？收盘就从平盘附近，那么硬是往上收，收到多少？9527点嘛，这是今仔日嘛，啊，就是你逐天拢爱做到。你讲萧又明，我没来做到，你再看着他。加权股价指数主要的区间，7月24号的是今仔日，它会在哪里？它一定会在9478点到9547点。哪里是9547点？啊，加到9547嘞，啊，都一样是9478，加到9478嘞，啊，无是要跌对，啊，无是要跌对，你伫9478，你认为这个盘会死去？你去甲放空，啊，收盘就扭起来9527，你就翘起。我跟你讲的是事实。好，反过来讲，9547，你就乌白拼，哎，就掉下来，你就连输18趟。我没有夸大，你等连输18趟。你讲萧又明，安尼大是要安怎？要上课。我讲一摆，你明仔载莫来报名吼。第一个，你说啊，萧又明无水准，摕个几张在细张。我如果整张打开 ，NCC 的公话什么节目广告话，所以呢，跟你提醒，礼拜六、礼拜天，总共我们会有4场的教学讲座，因为是小班制，额满截止。明天是礼拜五。请你明天不要报名，好不好？因为1.K1啊，所以你就免卡。今仔日你稍待就开始播，预定您的座位。我们会分别在台中、台南、高雄、台北，礼拜六、礼拜天，总共有4场的教学讲座。这4场教学讲座重点在于让你指数你怎么看怎么对，你怎么做怎么赚。反正你做多一点气呀，啊，你放空一点肉啦，刚这场。小班制额满截止，明天不用来报名，也不要再打电话了哈。明仔载你莫来报名，后天、大后天你也不用来报名，因为一定会客满。我简单讲就是安尼哈。小班制我没有办法，你讲你也不爱点开大间哎，点开大间你一定骂我。你说为什么？好了，做了100个人了，那我要教你对不对？那教了呢，一定很多人还是不会。那不会呢？你讲我小米，我来上课。我是抓刚招来听口，虽然费用只有一点点，可是我也缴了费用了。可是我不一样，你又要骂我，所以我直接讲哈，小班制额满截止，你明仔都莫来报名哈。来看着他，为什么今天一定是9547到9478啊？因为啊，那不是9547、9478，我随便你了，我青菜你了。这个叫9593，对不对？你卖过门蛙，保证对。这个叫9418，也一定对。那既然这里是9593，这里是9418，9538加上9418，一定是9478。你卖过浪费时间啊！你学了一大堆，学了几十年了，啊，结果我们在这学什么？跟你改不是你的错，我就认为是这些分析人员的错。为什么跟你改这么久啊？你也可以上课啊！哎，上一堂课他跟你收几万块，
说好几千块一堂课、哦、结果你听了一半，你甲讲，哇，加这我拢会晓，我不爱学啊，我会使退费不？我另外一半不爱听，退一半可不可以？不行，一交交了好几万块，光是听一个课，有的要几上万块，一两万块。我请教你哈、哦，你课也去上啊？啊，这无我看几十年啊，啊，今仔个高低点的，啊，明仔载的，那我想问你，那明天呢？啊，明天涨停板对不对？弟弟笑你啊，对不对？弟弟笑你啊，你有小米我唔知啊，你把你的手提出来。明天涨停板在哪里？就一定在你的手上。我稍带点给你看，就在你的手上在哪里？9418、9538，那不是9478，萧又明停牌100年。9502、9593，那不是9547，我所有的人赔1000万。那你告诉我，那台北股市今天不是这样子，不然是多少？对，每天都会对。我现在不是跟你讲今天，你看，啊，你我举手要怎样？我先讲哈，这个礼拜你赶快报名，因为我告诉你，一定额满，你明仔载绝对摸博。为什么摸博啊？因为你会感觉讲，这世人哈，听的讲座都听这场上简单。我不是跟你讲期货分析哈，我只是跟你讲哈，怎么连输18趟。前面那输咋被抓？指数也好，股票也好，最怕遇到哪一种？偶尔对，偶尔错，那个最惨。我们宁可怎么样？有一个指标、一个工具或一个分析人员，他带你做连输18趟。就是萧又明连输18趟，对，你要赶快续约。你说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好，举例来看着他。7月9号，7月9号，7月11号，7月14号，7月16号，7月18号，今天是7月24号，要不要收盘嘛？对不对？这个12、10，今天中午的12点半嘛，当时报价在9440嘛，我没有讲错吧？好，来，7月9号空了，对不对？7月11号在一点四十五多了，7月14号十点啊个空了，7月16号高点十五啊个做多了，7月18号一点三十分个放空了。我跟你讲了，爱连输18趟冇要，你说那怎么办？那你不会反着做吗？一个分析师哦，一个投顾老师哦，你参加伊个会员。不是我啦，我不会跟你做期货分析说明啦。结果会使连输十倍抓，你要赶快续约啊！为什么？因为他每一次你就反着做，你不是做100趟对100趟。我最怕就是连米丢啦，连米唔丢啦，卡米丢叫你上课啦，上节课给你收几万块啦。那请问你，你去听了，你也听不懂，或者你听了，唔知你讲什么挖沟，不知道在讲什么。然后他说，反正就已经上课缴了那么多费用。那再补足钱参加会员好了，结果呢大赔，狂赔，乱赔。我告诉你，事实就是如此。你去上那种课要创啥？你没上过吗？你上了几十次了，不是？你上那种课，对你有什么价值？有什么意义？无意义，浪费钱。你看着他，帮我一个忙，帮我一个忙哦，帮我一个小小的忙哦。帮我把，我找一下哈，来这里，这里放大，要多大有多大，是不是都没变？哦，再来，往左边这里，有变吗？都没变。来，再来哈，来往下走，这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关键在这里，这样，这段，有变吗？没变。再来，这段，有变吗？没有变啊，没有变啊，哪有变？再大。有可能多大就多大，有变吗？完全没变啊！你知不知道？啊，你都多啦，空啦，多啦，空啦，多啦，空啦，多啊！你都唔敢做，碰大气，是不是安尼？对。所以安怎做？你需要一个非常稳定，并且极为精准。爱开钱冇？唔免。你给我看一摆，我萧又明。你都刚去纽扣，你买你就来，买就算了。你明天再摸报名，我萧又明。你明天也不用报名了。今天你等一下，你拨个电话。这一次的讲座，这本讲座，
我告诉你两个指标，不用花钱。讲座上课要钱哦，我先讲完好不好？你说那很多老师也就免费讲座，我签稿你了。一家投顾公司分析人员办讲座，或者是教学讲座，要不要费用？要吧。坐公车要不要钱？要。我坐计程车要不要钱？要。租场地要不要钱？要。免费讲座，他不是要出股票给你，不然他要干嘛？不，我签稿你。第一个，我们着收你一点点清洁费。我今天教你这一场讲座，就只有这一场。我教你两个指标，你看着它。你需要的是什么？需要的是不会带着你一下子多，一下子空，不知道你说什么，断是在做什么，啊，永远只拿对的那一趟跟你讲。那种指标你要来干什么？啊，我开几落万，啊，上节课开几落万。你是他个派去啊？不是啊，你老师是他个派去啊。7月9号，安尼起65点，对不对？我无要跟你讲期货哈，安尼呢？安尼落7点，安尼起32点，你就算哈，安尼哦，安尼是唔18点？安尼是唔够18点？安尼是唔够今仔又够18点？偌久的时间？300点。啊，你叫做38点，你现在报名，我只教你这一趟，看着他，你来上课，我一定告诉你，就是你要观察指标的，你要有一个好的工具，这个工具这个指标可以不花你一毛钱的，麻烦你明天就不要来报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是小班制，因为大班制我一定跟你教不会，啊，教不会你一定细细念。我做18年啊！我做这個工作，我美国回来，甲大中共第一个工作做投顾老师，甲今仔日18年，我很清楚。小班制，你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报名时间。举例，很多人会告诉你，与智者同行，你会不同凡响，对不对？对，以高人为伍，你可以登上巅峰。什么登上巅峰？你马上变成疯癫。你看着他，这种叫做江湖术士。我跟你讲的是真的，你看到一个老师每天跟你讲这个，依然是台湾话讲江湖术士哈，我输你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口号啦。与智者同行，你也不同凡响啊！我就是智者啦，你参加我会员，以高人为伍，你可以登上巅峰啊！我就是高人，你就参加我。现在这是在讲什么？这个叫口号，这叫鬼扯。我直接告诉你，谁是智者？你是智者啦。各位观众，你是智者，像是高人，你是高人啊！唔卖看板，你就是以标股同进。我跟你讲，你就乐不思蜀，差低差低差低，都差到昏昏去。你说为什么？什么叫标股？什么叫做标股？第一个，这个工具呢，告诉你当冲率，告诉你营业利益率，经由外资的买卖，资券变化。均线的设定，包括从一般通用指标的 KDMACD 帮你精算完之后，一打刚跟你讲，哎，那来买这支股票，啊，你敢买，哎，就有涨停板，啊，无是要安怎做，啊，你就来上课啊，来看着他，把这里放大，我肖永明，上面有没有写一个7月25号？有啊。今天是7月24号啊，7月25号是明天呐、啊。我今天不是要跟你讲的是明仔载，我不是要跟你讲今仔日，我要跟你讲的是明仔载。7月23:07，那不就现在吗？对不对？好，7月25号一支、两支、三支，你给我看起来，来一样哈、哦，来看着我的手，所有的会员哈、哦，来你看着我的手哈、哦。你一定要报名，因为这个礼拜一定会客满。我跟你讲，一定会客满。智慧选股，公司选股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在这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这个是9，把它设定完之后，你给它点下去，啊，你的股票就拢涨停板。你又怎么做？2分钟后向您做简报。
出去都大塞车。不过2013年开始不一样喽，因为有神奇的交通疏运，在车上可以好好休息，下车我们就可以开心玩喽。爹地说他终于不用握方向盘，把秀秀留给我和妈咪喽。多搭车，少开车，交通疏运，乘上无限的幸福。亚洲投顾肖老师加张老师收费讲座，稳赢指标来就送。7月26号星期六在台南高雄，7月27号今天在台中台北，先来个九拨02-2578-3777。亚洲投顾您财富的管理专家，咨询电话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安定的未来，我想给家人安定的依靠，我希望靠自己的力量保障自己的生活。只要您符合承保条件，付出少许保费，就可向保险公司投保微型保险，让您及家人获得多一层保障。详情请洽微型保险专线及网址。行政院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关心您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晚安。一样哦，来看着这一档股票，这一档股票叫1773的圣一，对不对？今天是七月二四，无唔对吧？好，来七月二二，对不对？而且今天个安尼有一支涨停板，无啦，钱都安尼赚得好啊！牛！8038叫做八点半，七月二一啊叫做圣一买进，对不对？我你讲二三嘞，二三就涨休困嘞，你唔得找麻烦，对不对？七月二一啊就圣一，啊你就搞买，对不对？啊涨到22号就起，啊今日就够大起，安尼100万有7万冇？唔系讲100万啦，10万啦，有7000块冇？嗯，你要去哪里呢？啊，你有把你的手点下去，啊，你自己也涨停板。我说的啦，不死哦，肖又明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你发现，包括所有会员哦，我说的是夸大不死，是造起来。我所有的人，任何人，我赔1000万，我停牌100年。今天是不是7月24号？今天不是7月24号，我从此不再做这个行业了。暗8:16，啊，就8:16，啊，无是要安怎？我哪知影要安怎？啊，你甲买咧？啊，就22，啊，23休困，今日24啊，啊，你甲买？啊，买你感觉会起无？啊，就有只有咧叫个，那几乎涨停，你卖过险啊，好不好？几乎，不然我靠，我白讲。难道我 VIP 有三组吗？有五组吗？有八组吗？没有，就一组，我们只有一个，就一个，我刚几年而已， VIP 刚几种啊，不是说我这边 VIP 攻击班有八种啊，那是其他业者啊，不是我啊，这样不行啊，不是要怎么做？参加会员不用看着他，7月24号，对不对？看着他，这我台风涨，我就自己用我的手机安尼个显照相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用今天呐、啊，7月23，啊不是昨天吗？
5:21，暗时台风休困，啊，二时咧，啊，就一定会涨停嘞。啊，是不是7月24？这面你是不是前一天就知影？标股该去等下开盘吗？不用，你要报名来上课，7月23。啊，你去看一下，卖讲我对你无好，来，7月24是咪今仔日？1、2、3，这个就是明仔，我直接告诉你，就是明仔。你说啊，我哪会知影？我白个讲啊，好来，从6月20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，我负责哈。30、1号、2号、3号、4号，我通通有通联。7号、8、9、10、11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21。那22，然后23又捆24，我没有讲错吧？好，我你讲而且有信，你嘛拜托嘞，有信你跟我顾啊，你知影无？啊，这会使买无？这会使买无？啊，这会使买无？我讲讲遐尼济，啊，这会使买无？黑猫白猫，会去的哦，会帮你抓老鼠的，就是好猫啦。这不是7月22，啊，这不是有信。这不是善景，啊，无敢会使乌白讲，不是二二呢，二十就出现买点了呢。那你们啊出现之后，到现在已经超过3只涨停了。你来上课，所有会员一样哈，我点给你看哈。来，放大，一定一样。我今天跟你讲的是明仔哦，我现在跟你讲是明天，不是讲今天哦。搜寻，因为你现在已经收完盘了。一定是收到明天，比如搜寻到4笔，那么是4笔话随便你，这样，美食、士德叫有信嘛，乌啊，这支明仔再涨停，啊，你看一摆，啊，你讲你若不要讲，我明仔再讲几班的会员要买啊，我怎么跟你讲？啊，不要跟你讲，明仔再记名，你搞我叫涨停板，啊，我会员要买啥？我你讲合理未？你这礼拜来报名来上课，我再讲一遍吼，小班制，因为。我们的讲座一定有一半是会员，我讲一遍哦，一定有一半是会员。啊，你讲了有清楚没？我着收你一点点的清洁费，因为我不可能不收费。一个投顾老师办讲座不收费，那肯定有问题，肯定不是他要诓你，就是要出股票给你收费，跟你收那个上万块的。我请问你，你上过这多课啊？这多老师啊？曾经啊，从过往以来。跟你收一个费用去上一个技术班，给你收足多钱。你只要回答你自己一句话：你去上完课之后，到现在有没有赚到1块钱？安尼就好啊！你开几万块去上一个课呢？啊，上完了已经唔知过偌久啊，即马佫继续咧上，上完到今仔日，当有赚到一角银无？啊，若无你是咧上什么意思？你还参加他会员，这才更好笑。提提一大堆无路用，什么 DVD， 什么 D， 我问你啊，你是赚到钱没？无，那你在上什么课？啊，无就上迄免费，啊，无就上迄偏贵的，啊，上一课几万块，2万、3万，你敢上？你明天不要报名，明天我也不会告诉你哈，因为真的截止，理论上一定额满，报名到今天截止哈，明仔再卖报名，但是他会跑广告，那我但是节目上我就不提了，你稍待。务必要报名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来上课，你会学到两个东西。第一个，指数的部分，我会帮你设计，你自己会有一套指标，告诉你该怎么做操作。各位看几摆哈，我节目中不给你做期货分析说明哈。你打五 G 将，把这里放大这一块，你需要的是这种非常稳定的指标。一边你买卖买卖买卖不会，多空多空多空不会。你需要的是这种指标啊，埃及某，嗯，没，把人类连输18趟，我跟你讲，哇，你连对18趟，你这你就来，我不叫你参加会员，标股，什么叫标股？你需要一个你自己的，你不用参加我会员，他帮你统计当冲，统计营业利益率、外资买卖变化、支券、均线、K D M A C D， 就一般的通用指标，你做得到。你再怎么样，你也帮你自己帮帮忙，帮。
帮你自己赚一根涨停板。那么节目最后在这里哦，那么非常感谢所有朋友的收看，也祝福咱所有观众朋友，后礼拜所有观众朋友，你家己买股票，安怎买，安怎涨停板，只手做多就起，放空就一定会落。谢谢您，拜拜。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暖气调高点，风景美一点，灯光调暗点，气氛好一点，节电是今夏最美丽的流行。亚洲投顾肖老师加张老师收费讲座，稳赢指标来就送，7月26号星期六在台南高雄，7月27号今天在台中台北，加了个九波02-2578-3777。您财富的管理专家，咨询电话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公布了6月份的外销订单，连续5个月呈现正成长，年增超过了10%，失业率更是创下了14年以来的同期新低纪录。厚厚的一本建言书，高达60案书面意见。行政院长江宜桦率领经济部长张家柱、金管会主委曾明宗等各部会首长一字排开，与企业大佬面对面座谈。我们的外销订单也是大幅的成长，甚至于出乎一般外界所预料。观察上半年国内经济发展，江院长搬出最新外销订单数据。根据经济部资料显示，6月外销订单金额达到388.2亿美元，连续5个月正成长，改写近18个月新高。累计前6月更达到2204.6亿美元，同步改写历史纪录。不止如此，6月失业率更创下14年来同期新低，来到3.92%。在上个月六月底的时候，我们连续已经获得了4个绿灯。那么这种成绩呢，当然我们希望它能够继续维持下去。只要它能够继续维持，